冬天到了啊，我们檀香荔湾小区呢，还有一些流浪狗啊。看这有一个小小的小黄狗，据说才2个月啊，2个多月，这个虎头虎脑的，挺胖的啊。哎，见我来，来，来，哎，过来，过来了，来。哎呀，我手里没拿吃的啊，这拿吃的话，给它喂点就好了。这个狗呢，爸爸妈妈是谁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个生出来以后呢，业主们看它可怜啊，就给它喂一口。现在长这么大了啊，看，这是个小公狗。谁愿意领养啊？多好的个狗啊！它见我害怕啊。这个狗啊，其实就是说，咱这边有个鱼丁超市啊，超市的老板心可好了。是经常呢给它喂吃的、喂喝的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晚上它就栖身在这个超市的西头，这边有一个竹林啊，里面给它弄了一个窝，没事跑窝里。据说我们小区里还有一个大姐也是经常过来喂它。这狗我没东西，它不过来，它跑了。我过去再看看吧，这也是个流浪狗，哎。流浪狗很不容易啊，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啊，现在3、9天，啊，这一顿饱一顿的啊，基本上是以鸡为主，还要忍受这个夜间的寒冷啊，白天还好说有太阳。看这小狗，这几个都是流浪狗。哎，小黄，小黄，哎，小黄，多可爱的小黄啊！找他的同伴去，他因这里有些玩伴了，都是大狗。哎，小黄，哎，还是有怕人啊，我因为没拿食物啊，这是个失误。等着，我给你拿吃的去。从家里拿了几根这个火腿肠啊，给他们送过去看看。拿点火腿肠啊。给小狗们拿过去，看看有吃的，它会不会跑呢？哎，来，给，大的抢着吃了啊，来给，来，哎，来，你吃这个啊，你吃这边啊，来给，别跑，哎，躲起来了，小黄。来，小黄，来，你起来给小黄吃，来，小黄，来吃这个啊，来，往哪躲？来，给，哎呀，这边一个小狗，这个小黄躲起来了，这还一个小狗，给它吃点吧，来，给这个。闻得见，来，这个挺瘦的，来，过来，来，流浪狗警觉性都很强，长得好，毛很好啊，来，这个。这些流浪狗的命运啊，真是不好说哦。它们长大以后呢，有些业主会嫌弃它们，会举报会让这个打狗队的来打它们、抓它们。所以说呢，好不容易熬过冬天，迎接它们的春天不一定是美好的。来，这个拨开一个，来，过来，来给你，来拿过来，来过去，来吃，给，过来啊，来，哎呦，这个腿是有问题吗？有一个前爪子，来，
再来。这儿呢啊，掉这来了。得亏啊，这个小区里还有别的小区有些特别好的爱心人士啊，他们每个月都要拿出1000多块钱啊来喂这些流浪狗，啊推这个车子，给他们做好饭，一天喂几趟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来，来，过来，这还有一根，过来，来，来摸一摸你吧，行吗？来，过来，再咬开一根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别害怕，过来吃。来，过来吧啊！来，一靠近就跑，很机敏。来，真是啊，狗很可怜。这些狗可能是就在睡在这些啊、哦，这些暂时没有人的院子里。这小黄躲着我走，啊！我说他躲着我走啊，要回他的家了。你小狗不赖的，对，长得挺好的，来给你吃一点，过来，哎，来过来给你吃，来，来过来，这个大狗吃了，大狗跟上了，他跑回家了，看看你家在什么地方啊，领我去看看。你的家哦，在这里。来，过来了，小黄。这里是他的窝，一会儿跑里边去了，见不着了。小黄，跑哪去了呢？哦，钻到车底下去了。给他投到这个地方吧，来过来，哦，这还有个碗，来放碗里。这边过来个狗，呀，走到竹林里来了，还是找不着他呀。啊。那个小黄钻进去了，这个狗刚才喂的这个狗过来了，都让它给吃了，也都是怕人啊。这个狗啊有这样的保护意识其实也挺好，这个人不能轻易的把它抓住，这样的话打狗的人来了以后呢也不容易啊轻易的把他们带走啊。